天穿的平底鞋，走秀会不会不好看啊？走秀就走秀吧，好吧，咱们就走秀吧。我好像这个裤子有点给我做。没有高跟鞋感觉走不出效果啊。直播众筹灯光，好吧，你们这个天天的稍微给我上点小心心啥的，让我改早日把我这个走道里面装个大灯，好吧，真的没有大灯，没有大灯的话走秀真的后面真的很暗，完全看不清楚啊，朋友们，是不是啊，太暗了，对，太暗了，后面走着走着没有灯了，没办法，家里面没条件。感谢感谢，没点关注的宝贝点点关注啊，朋友们，咱们就是说下一波小福利的话就是要到150,000啦，你要照亮谁的美，你跟我整尬了是不是，在我直播间跟我整尬了。他问我要照亮谁的美，真的有点尴尬了，真的真的哥多少有点尴尬了啊。感谢木头照，谢谢。喜欢吗？刚刚新进来的几位大哥，看你们有没有跟我说话的。如果你们不是很喜欢别人打扰你们，跟你们聊天之类的，你就扣个一，我就不跟你们聊天了，你们就默默的看我就好，好吗？好吧。刚刚就是在直播间不太想让我打扰的哥哥，扣个一或者给我送个小心心，我就明白了。我聊我的，你们看你们的，就不跟你们聊天了。去晒下太阳，去晒下太阳了，这么白，你自己读读，你自己读读，你这句话总共十个字，你自己读读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？十个字组织到一起，没有一个字我能看得懂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他在说什么的？感谢关注，谢谢谢谢，没点关注宝贝点点关注啊，谢谢我们老爷的灯牌。发个小福袋好吧，好久没给大家发小福袋了，谢谢我们老赵，谢谢。抢个小福袋啊，小小福袋不成敬意，朋友们娱乐一下娱乐一下，等我什么时候家里面条件好一点了给大家发个大的。今天小暑记得吃饺子。按照我今天的音浪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吃一个白菜配韭菜馅的。谢谢关注，谢谢。
白菜配韭菜馅的我还是能负担得起的，但凡这饺子馅里面加一点点肉末，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说是超支了，朋友们，超支了。感谢我们子晨的灯牌，谢谢。这么热的天你穿个皮靴你不热吗？这么热的天你家里面不开空调吗？哥哥瘦了，对，这个月好像又瘦了2斤，上个月称的时候是92，这个月称的时候是90，很烦啊，直播真的会瘦人你知道吧。假如说韭菜鸡蛋馅的呢，韭菜鸡蛋馅可能差你的一点点的亲吻啊，老赵等下去给我打个人，去打个人，等到什么时候？好像有瓜，朋友们，我好像闻到了一丝丝吃瓜的味道。去不去？去，干嘛不去？肯定去啊！这种好事，我两个月遇不到一次的，难得有遇到大哥在我这里喊我去打人的，我肯定去啊！走，什么时候？现在吗？我随时啊，我随时空的哥。嗯嗯，不二多高，往死里打，打，往死里打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公的母的？他还没上，打，打的就是他，让他不听话。今天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。算了，没打之前我还是不要装了，到时候话说出去了，好家伙，到时候就让我自己知道什么叫做打脸。母的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感谢我们伟哥，谢谢我们伟哥的加团，谢谢没加灯吧的宝贝加团啊。什么叫做红糖包？就喜欢你装，这么变态吗？就是什装什么都行的那一种是吗？谢谢关注，每点关注宝贝点点关注。他几点钟上线呢？就是方便问一下吗？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让你可以就是到我的直播间让我去揍他？管他呢，不共戴天，很好。现在你跟你说，在我直播间有多恨他，等会儿就带我去多揍他，知道吧？狠狠的揍他，咱们就说，我高低我因为你这件事情，我高低自己也给自己上个亲吻，帮你压一点血条过去啊，一晨哥，我跟你说。顶你一下好吧，顶你一下。感谢加团呢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白衣，谢谢我们飞翔啊，谢谢。咱没点关注的宝贝点点关注啊。今天晚上就我揍他了啊，你别到时候这看一会儿之后又一晨说算了不找那个口口揍他了，找个其他女孩子。今天晚上就我了，你今天翻我牌子哥。你知道吗，你今天翻的是我的牌子啊。是我，我叫 Coco 不二。你要是脸盲的话，你也可以认腿。我这个腿比较，辨识度比较高。我到几点？他问我到几点？只要播不死就往死里播。今天等不到你揍他，我就不下播。满意吗，哥？中文叫什么？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oco 博尔，我的中文名字叫做 Coco 博尔。几点做？过十二晚还不跳舞？不是你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办到每一次我只要走秀发挥我的才艺的时候，你永远都是看不到的？你的眼睛是装了闹钟吗？只要我一表演才艺，你就立马就走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，木木？你真的，你要实在是完全就是找不到我走秀的时间，你能不能就是加个灯牌定个闹钟吧？真的，我真的很替你着急。你来我这里一天了，
你一个秀都没看到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上才艺跳舞好吧，给你们跳舞来，抖音一号。上来跟我提要求的，抖音一号立马跳。感谢我们一晨哥的保时捷，谢谢。干嘛呀，太破费了，你这个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刚刚一晨哥开着保时捷过来给我送了一杯水，拿到了拿到了，好的你先忙吧，嗯，我要直播了，好好拜拜，爱你哦。给我送了一杯水。中文叫什么？姓名吗？中文你就喊我不二就好了呀，你不会让我在直播间把我的姓名告诉你吧？我应该不是我想的这个意思吧。感谢我们鹏哥加团，谢谢谢谢关注，先给点医药费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不二吗？不是哥，你北京的是吗？这一晨他是北京的，我叫不二，他叫博儿，你知道吗？到他嘴里面，他变成博儿。北京人好啊，你是不是北京的？不二，对，哎，就经常跟我连麦的那些人啊，包括我身边朋友，他们喊我 Coco 多一点，但是一般我抖音上认识的朋友都喊我不二。浙江人，浙江人怎么北京口音那么重啊？考你们一个北京口音好吧，朋友们，考你们一下，请问现在开始答题，列列列列列列列是什么意思？我不会中英文，你就喊我不二吗？你不会中英文，练练练练练什么意思？不会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情吧？你很漂亮，你很有眼光，博儿。我真的一秒钟破功，他喊我博儿的时候，我整个人一秒钟破功。你也是，晨儿。谢谢谢谢，谢谢，打人就好了。就一个字，告诉他们就一个字。直播间弹幕刷一下，今天给那个女的就一个字，咱们就是说给她什么，一个字就是。配合一下好吧，朋友们稍微配合一下。直播间就一个字。什么满朝文武支支吾吾啊，现在平常看你们说我的时候也没有支吾到这个样子啊，怎么现在满朝文武支支吾吾啊，一个字吐不出来啊。哎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字？我说今天给那个女孩子，咱们就是说一个字，感谢我老大的灯牌，谢谢。给那女孩子这一个字就是打，你们怎么就是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很无语啊，你们跑是什么意思啊？感谢梅哥的保时捷，谢谢梅哥，感谢梅哥，辛苦，破费破费啊？什么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有人敲门，大哥给我送水。两个字摩擦，三个字摩擦磨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，谢谢。什么 ？A 哥给我送水喝？好的好的，谢谢梅哥的水，感谢感谢，爱你哦。送河水的好烦啊，今天老是有大哥给我送水喝，怎么送河水啊？三个字摄人心魄，三个字摄人心魄，你这个数学你真的是一加一是不是不知道等于几啊？解解渴，一点都不渴了，真的一点都不渴了，送的水特别喝。你这里有大哥吗？你在我这待了十分钟了，你觉得我有吗？哥
哥，咱说句实话，等会儿要是去揍那个揍别人的话，这个，如果就是想要靠我们家大哥揍的话，可能性有点小。我有个老大，但是他偶尔来，以后救我了。啊，是个男人，他真的是，我很喜欢啊。这个男人真的是，很会说话。如果今天真的是像你想的那一样啊，咱们不出意外把那女的揍了，我觉得我还可以相信一下。真的，好多人跟我说，有没有大哥？没有大哥，Coco 以后当你大哥吧。然后就没有人了，知道吧？真的就没有了。点点关注，没点关注，宝贝，点点关注嘛。就喜欢你的故作矜持，把故作去掉。欢迎我们的无双哥，感谢我请下的灯牌，谢谢，翻我牌子啦，无双，谢谢我们无双的小星星，感谢我们无双，谢谢谢谢，去掉我就不喜欢你了。欢迎呆呆，感谢我们无双啊！感谢我们一生的加团，谢谢。就你们真的很喜欢我这种矜持的样子吗？朋友们就是说，啊，很喜欢我这种矜持的样子吗？哎呀，什么歌呀？今天我真的很无语啊。喜欢啊！你什么时候来看我的？戴戴刚刚是送什么特效了？谢谢我们戴戴的亲亲，谢谢。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！你在我直播间，你不是找骂吗？你不喜欢，关注也不点一个了，上来说不喜欢，那你是干什么？跟自己作对是吧？我就喜欢看不喜欢的女孩子，咋就这么美？人家有关注，谁啊？俊宇啊？我在说俊宇，你在说谁啊？今天主播没洗头，我今天去染的头发，好吧，老大。我今天染了头发，哎，拜托，站起来我瞅瞅。他要我站起来。你们告诉他，我说点到150,000站起来，人家后面不是惠子，你跟我有啥关起来？真能嘚瑟，这才哪到哪，我还没开始跟你嘚瑟呢，这就忍不住了。今天的黑粉有点不给力啊，这才哪到哪就开始说了。感谢我们一晨的娶我回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一晨，谢谢。这样好不好？点到150,000，给大家跳个舞，正好咱们那个一晨也能看到我站起来的样子。今天那个舞跳了一遍，觉得还行，没有忘动作，再跳一遍，好吧？老大，你刚刚看到我跳舞没有？好吧，150,000，现在多少赞？能站吗？站是能站，但是站还差了点儿。你说我要是为了你一个人，我就跟他们说不行，一晨让我站我就站起来，他们以后就说啊，你凭什么？人家一晨让你站你就站，别人让你站你就不站。没办法哥，你知道吧，被他们逼的，我现在就是要么点赞到了，要么你们，你懂吗？不然这群白嫖的人，他们连赞都不给我点，你知道吗？一晨实在不行，下次你们谁给我来点啥？因为人家4000多票，好，没问题。既然你们这么给他台阶下，那我就站一下，给大家就是稍微看一下，好吧？就等你们说这句话，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，好吧？那就因为今天一晨哥给我看很多特效，就为了一晨，我们站一下，好吗？哎，没办法，我得先这么说，不然他们不给我台阶下。
在点到150000，给大家再来一波小舞蹈好吗，朋友们？底线现在这么低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无中生有吗？平常我就是一个飞机就站的人。嗯。底线低也没看你就。就我就为了别人站一下，我就现在变成底线低了吗？戴戴，我就不明白。嗯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现在。以后没华子别站，以后不是你没华子就不站了。你知道吧，以后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没有华子不站了。嗯，因为确实之前你没有来过我直播间，你知道吧，就我第一对第一次来我直播间上票的大哥都会带一点尊重啊，咱就是说，因为害怕第二次就不来了，你们懂吧。当他来了两三次之后就那就无所谓啦。感谢微尘啊，谢谢175以上，对，1.74米啊。毕竟你说你这个也没跟我提过什么要求的，我觉得稍微满足一下你也没什么，不能说跟你架子摆得太高，确实显得我有点太装逼了，知道吧。谢谢我们壮志，感谢这个150000，还差23000赞呢。不是好人，不是好人，从小我就给他们灌输一个信念，你知道吧，我从小就给我直播间播了2个多月，给我直播间灌输的唯一一个信念就是我不是个好人呢、啊。我很喜欢这个你们送我特效的样子啊，所以不要就是要么不点赞要么就那啥，对不对。就喜欢你的故作矜持。我到底哪一点矜持啊，我到底哪一点像矜持的样子。我这个女孩子我就是要票的时候会矜持一点。我溜了。今天要喝酒吗？要喝酒的话咱们少喝点啊，呆呆。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咱们把再点一点，朋友们。15万有什么惊喜？15万给大家，要么站台子上摆 pose， 要么跳个舞，你们选一下。回家睡觉，晚上吃饭没喝酒。你现在已经就是说忙到在我直播间挂着看我直播都没时间了，是吧，呆呆？天天37-8度，对啊，天天37-8度的，我这房子看起来很像在室外吗？就你们难道不知道房间里面有一种东西它叫做空调吗？看不下去了，好的。行，行，看不下去了，明白了明白了，我懂了，明白了明白了。行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从小到大没吹过空调，长这么大没有吹过空调。我怎么那么不幸啊，咱们就是说。15万，朋友们点赞点到15万呢、啊、咱们就是说点赞点到15万。一直相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那你这话说对了，我家里面从小就穷，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的。我最最就是我们家从小啊就不是条件很好的那种家庭，你们看我也知道。我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，我为什么就是骂人比较狠，就是因为那啥你知道吧，我怕我如果不怼你们的话你们就会看不起我。但是咱们就是说小时候穷归穷，长大了之后也不是说穷到所有人都可以诋毁我。因为我心软，不是也不能说心软吧，就是也不能说心软，只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一些人是这个态度，但是对另一些人应该是另一个态度啊，咱们就说啊。感谢我老公的小心心，谢谢。没点赞的宝贝咱们把赞点点，欢迎我们 L， 谢谢。是真的。
主播需要大哥，需要粉丝，那你倒是点个灯牌呢，老头。你怎么，原来你们都明白的，你们都知道啊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身高感觉很高，是的。要不拼一下？混搭无敌。人家都说今天我这个穿搭像是夏天插秧的。怎么直播间又开始杠上了？感谢莫老头，谢谢莫老头的环球旅行车，感谢莫老头，谢谢，谢谢莫老头。谢谢老头，感谢莫老头的环球旅行车呀。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正儿八经的开玩笑，所以呢，这个不是我的优点吗？我开玩笑的时候，他们都以为就是我在真正的说话。比如说，我最近缺个男朋友。感谢孟老头啊，谢谢。最近正插秧呢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最近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差呀，咱们就说，没办法，就是下午的时候插个秧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开个播，你们懂的，条件不是很好啊，条件不是很好。谢谢我们古巴西亚的灯牌，谢谢。就是我们家有两个大哥杠上了吗？原来这种神仙打架的事情在我直播间也会出现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九点钟你们吃饭了没有？跳舞吧，我说150,000呢、啊。咱说150,000的时候那个啥跳舞，今天还差个20,000呢，朋友们带劲。我还没跳，你说什么带劲啊？你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假了？咱们就是说，我这跳还没开始跳，可带劲了。之前有一次也是，我还没开始走穴呢，哇，这个腿真长，这袖子真好。欢迎我们虎墩哥，来吧，哥们感谢我戴戴的告白飞机，我天呼，谢谢我戴戴。刚走秀了吗？是的，刚走秀了。玩的就是意念，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意念开始跟我聊天了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我一直想看这个特效来着。感谢我虎子。谢谢我们虎哥，我丢。终于等到了，我丢。感谢我虎哥的云霄大厦，谢谢。我今天还跟他们讲，我说这个云霄大厦贼好看，今天想要看一个，我就是娱乐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啊。看戏了我就。你应该换首歌，终于等到你。我现在我这不换了，聊聊天吧，聊聊天吧。只要你家会员非要要求，哎，这个，我怎么说呢？我，虎哥确实牛，他确实。他说到做到啊，这我没想到，你知道吗？这
这我确实没想到，他确实说到做到。我以为他俩就在那玩的，我说谁能想到呢？感谢感谢，没点关注的宝贝点点关注啊！考验我的时候到了，看我怎么圆，我真的，我本来没想到是这个情况，但是这个情况就在的，咱们就是说。哎呀，话糙理不糙啊，咱们这个话糙理不糙，主播就吃饭的。我之前一直也跟大家说啊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我闭嘴，我闭嘴。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我们虎哥今天的支持啊，真的很感谢。第一次来我直播间，感谢感谢，真的感谢。要求那么多，虎哥不需要你圆啥格局在啊？也是啊，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还是就让他们俩就玩就好了，是吧？你们就开心就好，但是不要说太那个啥啊。谢谢谢谢，没点关注宝贝点点关注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圆了，我丢，真的是没有发生过这个情况，你知道吗？走了。啥也不是，这不 BBQ 了，这他是这个戴戴是被那啥了吗？感谢关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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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以为，哎呀，神仙打架，这我怎么办啊？真的，这是神仙打架的局面，我怎么办、啊？我感觉我说什么你们不要打了，他们就说你别管。我说你们能不能就是你们玩的开心就好，他们就说，没事，我路过。哎呦，玩的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朋友们，就是说，咱就说老头今天在我这看了多久了，我都不知道，太突然了，真太突然了。帮你会员粉，我难得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老头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玩的开心就好，咱们就是那个话，你没主见。哎，你们看我直播两个月了，我什么样的主播你们没点数啊？跑啥？时间很不凑巧，为什么在他之后？感谢我们带来的高白飞机，谢谢我们带带。我知道，只是寂寞。瘦了，对，最近确实是瘦了很多。欢迎花满楼。把你自己出卖太早。这个飞机真好看啊！我跟你说，刚刚那个云霄大厦才是好看，真的，真的。今天下午我还在人家直播间刷到过，我说行啊，今天下午要看看。谢谢我们戴戴，感谢我们戴戴的飞机玉啊，真的好看好看好看，戴戴真的今天破费了。放个 music 咱们聊会儿天好吗？早点肉是什么样子啊？飞，已经飞了已经飞了。今天又是飞机又是大厦的，今天新出的，难怪我说没看到过。对，新出的特效，七月份新出的，脚会不会很好闻？刚刚准备说今天晚上吃饺子，吃一个白菜加韭菜的。今天晚上可能要吃一点白菜、韭菜加肉末了，朋友们，不怕你们羡慕，真的不怕你们羡慕。咱还是那句老话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朋友们。谢谢我戴戴，谢谢我戴戴的云霄大厦，是不是巨好看？真的巨好看！感谢我戴戴，站起来看看，加个鸡腿，今天吃十个饺子，本来吃五个，今天特效看了吃十个吧，朋友们就是说，乌拉了，今天一下乌拉了。把赞点点点到十五万，给大家来一个小舞蹈好吗？欢迎一晨，怎么样？那娘们
怎么样，一晨？再加十瓣蒜。哎，哪个女孩子会吃蒜啊？拜托，就算吃了也不会跟你们说，好吧？我像是那种吃蒜会告诉你们的人吗？一个个在我直播间让我吃大蒜，你们真的是不是我粉丝啊？混得再惨，给你刷礼物的钱我还是有的，破费了，破费了，呆呆。特效很好看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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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喜欢，真的真的很喜欢。我跟你说，你混得惨，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。最烦人装啊、哦！没有没有，这个该说不说的，他确实有点本事装了他。该说不说的，人确实有点本事装的呀。他，我要是五十几斤，我也装。感谢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加团，怎么把赞点点呢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就是姐姐今天怎么不凉快一点？别惊醒梦中人，整个人脑子现在是懵的，没有出现过这个局面。不会啊，不知道怎么圆，就是你们应该也知道我。你们也知道我，就是我是一个，就是看久了就知道我这个人他没有头脑，你知道吧，老头儿，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吧？可能你看了十分钟，你已经发现了，老天给我开了一扇窗，给我关上了一扇门。就我这个人的情商几乎就是为零的，所以你们就看我直播见谅就好了。嗯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咱们直播间还是一个道理啊，玩得开心就好。情到深处自然刷，这个话还是就是说很有道理的，兄弟们。你有头发没有？没头发，接的假发。欢迎一晨，感谢我们小虎的灯牌，谢谢。感谢我们一把钥匙。果然看别人说话有意思多了。主播情商挺高，有些粉丝情商真不咋的呀。他说我情商高，本来我还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一点点的圆不过来啥的，既然你都说情商高了，那这事就没啥问题了，打不了。真的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在这里，直播间开始突然不说话了，怎么办？我一个主播，我现在，问题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？最尴尬的是我还不能出去玩，我只能躲在直播间跟你们聊天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真因为 Coco 吵架了，虽然说句句讲的都有理呀、啊，喜欢他，为他着想。该说不说呢，大家就是讲的都有道理，就是怎么说，人家53级也是有点道理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直播间我就是，哎呀，还是那句老话，真的，玩得开心就好。身材真的好，谢谢宝，谢谢。刷抖音没什么好看的，还不如看我呢，看我有什么意思啊？还不如看吵架呢。我第一次觉得我的直播间这么的有意思，真的。我一个主播，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你知道吧？你吵啊，我插不进去话。
我也想插呀，我插不进去，好吧，我现在这两个男人就插不进去啊，我现在就你们玩的开心就好了，我直接屏蔽你们的发消息，就直接屏蔽了，咱们聊我们的，咱们就没法，我插不进去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十五万朋友们跳个小舞吧，咱们就说跳个小舞吧，喜欢扣扣的朋友点关注，咱们跳个小舞。靴子买大了没有啊？正正好，我还嫌买小了，好吗？14万吧，也不知道老头啥时候来的，就是说问了半天，他就忙着跟那个戴戴说话，也没理我。你知道吧？也没理我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给大家来一个小舞蹈好了。今天那个舞蹈刚学出来的，为了你们，这个舞蹈我学了6节课。你们敢想象6节课我学完了一支舞蹈，而且今天我跳第一遍的时候我还没有忘动作怎么样。我今天跳舞，平常跳舞掉200个人，今天跳舞我可是涨了400个人的，你们想当初就拜托啊。吓死你们了，今天这个舞蹈好吧，点点赞点点赞，咱们把这个舞蹈给大家跳一下。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，老觉得我个子高，是不是就觉得我不聪明？很烦，真的很烦啊。感谢关注，发个小福袋好吧。小小福袋不成敬意啊，大家玩得开心就好，咱们该说不说的好吧。就在这个直播间发生的事情，大家出了这个直播间一定要把它忘掉，不要影响你们后面看直播的心情，也不知道你们后面去看谁。但是我希望今天就看我，哎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女神的脖子太美了，天鹅颈，你真的是，我全身上下没点东西给你夸了。现在连脖子都开始夸了吗？啊，夸点我身上别的东西好吧，不要再夸一点，就是大家不会去细看的地方，比如说，对，没错，说出来，大声的告诉我 ，Coco 什么地方最漂亮？大声的在弹幕就告诉我。